好的，我知道。好，我们现在马上过去。哦，好，谢谢，谢谢。虎哥，好好玩哦。好好玩。那要接下来你要带我们去哪里啊？我要带你们去一家国际级的名店。国际级的名店，这个国际名店重要是所有的国际巨星到了台北，到了台湾，都是指名要去这家店。你看厉不厉害？真的还假的？指名哦，这辈子我们敢出发 ？OK， 走吧。走，期待国际级的名店。哎，那我们去会变国际巨星吗？鸭子应该会，它会变国际级的鸭子。在这边。来，江江，这就是我为你介绍的国际名店。我知道这一家，这家超有名的耶。虎哥，你也太有意思了吧，帮我们安排这么精心特别的按摩店。因为刚才大家累不累？刚刚那个滑雪累不累？对，真的很累，所以你这样很贴心。赶快，好，不要客气，不要客气。走，快点。欢迎光临。真的。很舒服哎，对啊，五哥，我觉得你带我们来按摩，真的是让全身都是筋骨舒畅，心情也开始愉悦起来。为什么讲到会动来去的？因为太舒服了。你心情不好或者你身体肌肉紧绷的时候，就很建议你来到这边，可以让自己放松。放松之后，你心情自然而然就会感觉愉快，而且就谢先生，你可以小声一点。不是，总经理刚才帮我按的是什么穴道？哦，这边是肾俞穴。肾俞穴。所以肾亏哦。你可以闭嘴吧，现在讲正事。我这是肾亏吗？不是，腰比较疲劳。腰比较疲劳。对。你也知道这件事。对，我最近。我从以前到现在腰就一直很疲劳，知道吗？我先生每次下班回家都说腰酸背痛，我还要等。那肯定我要。让我要吗？没有。帮他按哦。对啊。那你很贴心哎，真的结了婚就不一样哦。我话没讲完，我先生每次叫我帮他按的时候，他都嫌没按到点啊，啰里吧嗦，害我都还想要把他直接踢下床算了。其实最重要就是很多太太跟先生都想要说借着按摩来拉近彼此的距离，你知道吗？让两个人幸福。结果但是因为不会按摩，然后反而就是弄巧成拙，这样子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真的耶，所以我觉得，不然这样好了啦。怎么样好了？我觉得今天请老师教我们几招，你回去可以帮另外一半按按看，说不定还可以增进对方情欲。我觉得五哥你很，我觉得大家都很需要，知道吗？你要好好听。而且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你们一起也可以来学一下，因为在我身后这位就是我们的蔡总监。上街你不要看他长得帅帅，但是其实他是个心狠手辣的一个总监，知道吗？现在我们来请教总监，你觉得像现在都会人了，整天在3C面前、电脑面前啦，哈，是，可能晚上要应酬啊，这个夜生活蛮多的。然后这样的情况有哪些重点？按一下可以让我们精神比较舒缓一点。好，那我们先教我们几招吧。因为我们在家都在床上嘛，不像这种床，所以我们要跪在床上，然后替老公这样子。从肩膀慢慢放松，这样子按哦。对，抓着他肩膀的肌肉，这样揉，这样让他放松就好了。啊，力道稍微控制一下。对，好，那么心急。哦，捏肌肉就可以了。张佳宇，你走开。我觉得我跟老师还差不多啊。差多了，真的，那你会鸭子试试看。这样有吗？鸭子，其实你真的没什么力气哦。没，那我是力气过大是不是？对，我觉得还是请总监来教我们大家会比较好一点。好，这样那捏肩膀嘛，对不对？肩膀捏完之后呢？捏完肩膀之后，因为我们要整个往下带。好，往下。对，要怎么？这最简单的，你们用，因为你们力道不够，所以我们用手掌这样去推。手掌反而比较舒服。对，这样蛮舒服的。这个太刺激了。对。好，我懂了，我懂。换我。怎么样，五哥还不错吧？你在干什么？你在烫衣服，在揉面。对，你整个是这样啊，就这样啊。力道不够哦。你刚刚又说我太大力，然后你现在又说我力道不够，哎，你真的很难伺候哎，大家换上。对，压下去，压下去就好，不要揉，就压着就好。压着就好。对，压着就好。就跟你的一样，对。对，我觉得好奇怪，同样都是一个动作，但是业余的跟专业的做起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用讲的比较难讲，我没办法意会，所以我们用图像来表示。这是一颗香瓜，对，一个。所以我现哎，我最后要吃香瓜的。现在是讲你爱吃什么的时候吗？这不是重点，好不好？现在在练功夫的时候，你看看。练功夫跟这瓜什么关系啊？听着瓜的声音，嘿，再听你自己声音一模一样。怎么会这样？就是很有内涵，你的脑袋跟这个瓜一样很有内涵。
因为让我们了解到为什么力道会透进去。我们看一下啊、哦。好好好，这叫力道。这个留住。什么叫透？啊，完蛋，这个瓜不能吃了。这个太夸张了吧！不能力道真是，所以强了。你要练多久才有这样的力道啊？大概一年。要一年哦，每天按，每天按这样子哦。每天吧。你每天在实做客人的时候，你的肌肉跟你的施力方式，就会很习惯这样子。所以这才是可以透到经过皮肤透到内脏的一个原因，对不对？对，力道够沉，虽然看起来一样的动作，对呀，这个感受会差，看起来很轻松的。真是啊，没想到高手真的在我们这个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没错没错。想想如果他手在我们脑袋瓜上面，哇！师傅、啊，好，没有关系，谢谢师傅，好不好？谢谢。那我们现在继续来按摩，继续啊，贴心啊！这个按摩，这个药按下去真的痛并快乐，但是真的哇哦，按到都快要掉十斤了，我天！现在这里是肌肉在左边没有看到，这边啊，那现在去中医的那边他们哦，一般画画这样按。他身体问题比较大是吗？肩颈，他肩颈的那一块比较紧，所以导致他有时候头都会常常不舒服。欸，可是老师，我有问你，就是因为我最近在感冒，有没有什么按的一些穴道可以让我的感冒比较快好，或者是舒缓一下感冒的症状？像我现在鼻子就觉得很酸嘞。那鼻子那个鼻子周围都可以去按。老师，你帮鸭子按，你觉得它身体问题比较大？它的背哦会比较硬、啊、然后一直到膀胱经的腰的部分也比较硬一点。它可能有一边可能是这个，侧一边睡啊，或者是有一边使用力道比较大，所以它有一边会比较紧那样子。我好像真的会用某一个边，某一侧边抱小孩，或是常常使用左手或右手这样。肩颈穴跟肩中穴哈，这边会比较酸痛。会比较紧啊，按一按会比较舒服，所以他现在的症状是因为妈妈的这个角色，对，也是妈妈这个，我其实啊会比较痛，现在按这边就比较痛，比较酸。在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三人都很放松的享受这惬意的小时光哦。好，谢谢总监。哇，哦，太舒服了。鸭子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哇，我觉得都挺舒畅。我觉得超正点的，超舒服的。我现在整个人这边都开了，都开了。因为我本来这边头痛嘛，按完之后头变比较轻。嗯，谢谢师傅，但是千万不要，谢谢，千万不要以为只有这样子而已。啊？我的外号现在改叫做贴心舞，知道吧？贴心舞。刚是全身按摩，其实我还安排一个服务员是专门服务两位女士。真的还差一些了吧？这样子没关系，我密码会买。现在我先去买单，待会儿麻烦你啊。好，这个服务很棒 ，OK。真的吗？对，五个贴心哎。对呀、啊。可是我觉得有点诡异，因为他平常不是这样贴心的人，所以会不会有诈？真的吗？真的。我们待在这边也不是办法，我们跟随他们到底要干嘛？